6月9日，唐嫣现身首都机场，简单的白 T 搭配萝卜裤和马丁靴，帅气婉转迎人风。唐嫣带着甜美的笑容与粉丝一路畅聊，还不时对着镜头挥手致意，亲和力十足。甜美的糖糖在机场的穿衣风格一直都帅得走路带风，她那得天独厚的修长美腿也为帅气加分不少，快来感受下美丽的小姐姐。